再做一个海洋爆米花，准备一个蓝莓口味的，正好它也是蓝色的。哇，颜色好漂亮啊，好惊艳呢！开火，啊，搅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做一锅蓝色的爆米花。夏天来了，大家是不是都想去海边呀？我也好想去啊。那既然咱们不方便出门，那好，那我自己在家做一锅海洋爆米花吧。吃着海洋爆米花，开着空调，看个电影，哇塞，这种感觉也太好了吧！好，继续搅拌哦。家里有糖就可以做，有蓝色的糖就可以了。你们知道我这是啥糖吗？有吃过的没？有吃过的没有？没有吃过呀。来，继续搅拌啊，一定要搅拌均匀，长时间让它在一个地方不动。你看，你这样不动的话，容易糊啊。好，继续搅拌，千万不要偷懒哦。好，我继续加快速度。你们帮我看一下爆米花，我去守一下锅盖。咱们先换锅。哇塞，好漂亮的颜色，瓦蓝瓦蓝的。有人知道什么叫瓦蓝瓦蓝的吗？来，开始换锅，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、四圈、五圈啊。关火。哇塞，超好看的海洋爆米花，老成功了，好想去看大海呀。今天夏天许一个愿望，我要去看大海。哇塞，超美，太好看了，太美了吧。